我吧，有时候喜欢小酌几杯，一喝就美，一喝就喜欢在家游泳，客厅。怎么多疼啊！这是怎么擦的？啊，第二天就是脖子啊、腿啊疼啊，一疼我就知道啊，我肯定是游泳了，游干泳了。杜江呢，就会把这个录下来，有一次给我看，然后他还在旁边说：“好，现在自由泳。”然后我就自由泳。日前，在最新一期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中，霍思燕自曝自己喝醉酒后喜欢在客厅里游泳，称我一喝就喜欢在家游泳，客厅里众人一脸震惊，称怎么游，在地上是吗？霍思燕边说边演示，就一蹬腿，每一下都比一下游得远，很快为大询问多疼啊，我问你是怎么擦的？霍思燕回答道，第二天就是脖子腿啊疼，一疼我就知道肯定是游泳了。霍思燕还说到，杜江就会把这个录下来，有一次给我看，然后他还在旁边说好，现在自由泳，然后我就自由泳，真的是十分搞笑了。如今霍思燕一家在观众心中的认可度还是挺高的，霍思燕年轻的时候气质清新，长相温婉，到现在也有很多忠实粉丝。再就是杜江在电影方面拿到不少好成绩，堪称完美家庭，祝福他们一家可以这样幸福。